是管乐曲。南洋国小呢，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管乐团，对不对？当然还有很有名的合唱团，更有很有名的直笛团，哇哦！所以我们很开心的来到我们南洋国小呢，跟这么有音乐气息的学校做交流活动。那这首曲子呢，曲名叫做《麦哲伦航向未知的大陆》。那各位就可以想象哦，从曲名当中你可以想象麦哲伦他是一个航海冒险家，所以待会的曲子会有大风大浪，所以呢各位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